答应他的要求。赵天虎，你打死我一个，可会有成千上万的八路军来完成我的遗志。不要！下一个！跪下！赵天虎，开枪吧！请不要逼龙母和你的姐姐。我希望你打完这颗子弹之后，不要把枪口对准我们的同胞。姐，青龙令你到底交还是不交？我交。营长，八路们从后山攻下来了。你说什么？赵天虎，救！姐，你别逼我！有本事你就开枪啊！你开呀、啊，天虎！我看你敢！你这个孽子！红花，别逼！怎么样？没事吧？没事。给我枪！枪！兄弟们，我们分散行动，你们几个往上边，你们几个往这边，其他的人跟我走。
兴国向土八路卖力气啊！这些帮主保护，借刀杀人，除掉赵天虎的最佳时机。